原乡土地开发弊案，检联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，新北市议员林明仁也被约谈。我是被证人身份来约谈的，我是本身，好，可以好。 听下脚步之简单说明，自己是证人。林明仁从廉政署被带来北检，面露微笑，相当淡定，感觉得出来轻松心情。不过立委吴其明可就麻烦了，捐入远雄弊案和土城区的地方士绅同样被列为被告。6号上午，北检会同廉政署持8张搜索票追查吴其明住家。 检联调查远雄集团弊案，从议员周胜考追出立委吴其明涉嫌受贿，还有土城区的地方士绅张松疑似负责打点议员，起因就是海山煤矿建案。林明仁一直以来持反对立场，但远雄为了让建案早点通过，一个个打通关，报的非常乐观，所以这是我们大环境都对我们非常有利。 民进党立委吴其明深耕土城区多年，担任过议员、市民代表。去年1月打败卢嘉诚，当上立委，当时还说会顾好土城与三峡，实现对选民的承诺。如今却卷入远雄土地开发弊案，疑似想方设法要让海山造镇案通过，当初的诺言听来格外讽刺。记者夏君成、吕景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